飞机。各位贵宾大家早安。大家，我们终于来到伦敦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餐。Oh my god， 这样要100多块，快600块台币。你说原价多少英镑？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咖喱猪排啊，还是鸡排？我以我来说最可以接受的价钱，但我不知道饭好不好吃。现在要进去温莎堡了，其实已经进来了啦，刚刚先过了一个安检，然后现在就开始要来逛。说呢，温莎堡你逛一整天都逛不完，然后我们还就一直笑，很考验脚力。现在要咻咻咻的闯关，哦天哪，真的超美的。其实我非常喜欢英国的，不能完全说英国，就是欧洲的这种建筑的风格。昨天晚上刚到伦敦的时候，你们一直看啊，那个建筑物真的都超美。是我在说，我那时候刚到巴黎的时候也是很感动，就是哇，就是到底怎么有办法把房子盖那么美啊？相比之下，我们台湾的那个房子凌乱程度啊，好美啊！他说呢，温莎堡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家。看看人家的家呢，这个官邸呢，Oh my god， 看吧看吧看吧，壮观了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决定要去那个玛丽的玩偶室。
来到罗马浴场了。等一下可以去装温泉的水，他说那个水可以喝。四天使的学生呢，我们会带一些水回台湾，如果保存得宜的话，会分装水源的送给大家，那就拭目以待喽。罗马的一楼 B1 吧，刚在里面看了超多罗马时代的一些艺术啊、岩石啊，他们摆设，反正就是历史。对，让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，然后你会突然觉得啊，活在现在真好啊！他们在用滑轮搬石头，我们在上网打电动啊。对，没有开玩笑。那我们终于可以装水绕了一大圈，看看水质怎么样关掉，对不对？谁告诉我？我快疯了！我们在泰国转机嘛，然后转机就要再过一次飞机安检，飞机的安检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分开，就他要把我的那个毛，就是我的那个大外套。另外装一个袋子，那我的那个篮子里面本来还有我的护照跟我的手机，然后我没有发现他要装，所以当我发现的时候，我人已经在过安检，就是你要先过一台仪器，然后去报告，然后帮你转关一遍之后，还要在人工检查一遍才能安检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复杂。然后我就看到说我已经无法动作，我想说啊，那算了，他们应该有经验了，我就不理他了。等到全部都过完了，终于人很多嘛，大家排队，你也有点赶。收行李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紧张，想赶快收完，怕挡到后面。但我们就收完了之后，我突然有个就紧绷，就觉得怪不对，我应该再检查一下行李。所以我就跟助教说：“那个你东西都有拿吗？你的 passport 有拿吗？你的手机有拿吗？你手上有拿吗？”然后我们两个人发，我的手机跟我的 passport 不见了，在哪里？找不到，都在哪里？妈，他把我的外套装袋子了之后，他就把我的那个手机跟我的那个 passport 的那个篮子当作空的篮子，空的哦，空的。然后呢，丢在空篮子区域，而且还叠起来了。所以当他们发现之后，就是因为我跑去回去问嘛，我真的没有在我身上发现，因为我在想说可能。助教帮我收了，我帮他收了。好，他们全部就一直在收礼、收礼、收礼、收礼，这样一直跟我收，谁收礼？收礼是学他们的，他们叫谁收礼，就是一个非常。